家好醒神。真的很适合早餐吃哎，就不会过重，有一种暖胃的感觉。我觉得老辣还蛮新鲜的，对啊，就比较 Q 弹。它里面有鸡蛋，还有 ham， 它的鸡蛋就是那种你知道最近很流行那种做成厚厚的这个鸡蛋。另外一粒在旁边也是要这样一模一样的 size， 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开胃？